西洋的音乐。另外呢，就是其实滚石唱片也代理非常的多，但是当时比较不喜欢买滚石的，是因为它就是完全是照着国外的封面，然后 cover 过来做一个可能比例上面的排版不一样，但是就觉得摆在上面很乱，不喜欢。但是其实滚石代理非常非常多我很喜欢的音乐，所以当自己零用钱多一点的时候，其实我还是蛮多的滚石唱片出的一些这个西洋的卡带。然后这边还有另外这种不知什么品牌的，不知什么品牌的盗版，联记唱片，厉害。然后这个是当时那种 Billboard 的排行榜的合集，就对了。